我讲吼，开始拢，拢伫个很重要的场合啊，说宣布讲袂使请我去讲课，袂使听我的吼讲的课，袂使看我的 DVD。你看现在吼，老师交大，在我们台湾吼，道中的长者，吼那个崔老八十几岁，即马圣公吼从大陆过来办道，像伊安尼已经真少啊。啊，老师伫美国的时阵吼。就交代他说，你回台湾的时候你就是要做个工作，把那个 DVD、MP3 CD 带去各主线的领导者，替有各主线领导者力、你说老师交代还推广，那你看哦，在先宣布封杀外人，去接到那个崔老电话师的诶，信息呀、啊，那个交代，这好老师交代爱推广，他敢反对吗？他反对就是反对老师啊！啊，你反对老师，你求什么道，修什么道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理就是经得起考验。我讲今晚唔惊人封杀啦，你做你封杀。老师推广了咧袂赴啊！你若去看迄、那个台南统一讲迄老师来伫咧，迄、旧桥，迄尾啊，迄段咧讲白话迄段，迄老师讲我慎重咧，邀请徒儿来上课，信与心法，啊个吼、还带着恐吓，你不来听哦，以后遇到事情不要来求老师。那个老师就讲得很明确呀、把普通班停下来，全部来集中精神研究心理心法。你看老师多重视。所以坚持还是有价值的。对呀、我不要紧，你要封杀就你封杀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你封杀不了的。你那个都是短暂的。你要巩固你的势力，那个都短暂。所以哦，我讲看那个光辉的创刊号，一翻开哦，那个封面的背面就写很大的字啊，服从集体领导。我讲开口就错，为什么？平等，你要领导，你是哪一个啊？集体领导。你是算老几啊？我们老师长大盘都没有听，没有听老师说，你大家人都爱听我的话。我们听老师的话是我们说的，我们就要听老师的话，那是让自己勉励自己。老师他有这样讲吗？老师没有这样。对啊，他不霸道的啊，讲都是合乎真理的、那我们比老师都还大，要服从。我们又不是办教化，老前都一直讲，我们是办道，不是办教化，是要人家成仙做佛。不是要人家行善就好，所以讲，让我知影想济话，那唔好，过人话。所以哦，各位同学，你们这一次拿的那个DVD 啊，好多电视又要骂我了。你们回去就知道说为什么又要骂我。上一次为了那个文表，不升天后，已经闹得很大了。这一次，不是这一次更大了，这一次要骂我要更厉害，嘴巴不
不敢骂，心里面骂的一定很厉害。你们看一看就知道，说为什么又会被骂。有一次有问有点说文表以后他有没有笑，有没有笑的，就是讲那对，就是讲那个。哦，对对，那就对啊，那很多等下是办大的时候，表文恢复起来，哦，他对我讲那样就很感冒嘛。学长，因为我们表文一修哦，就他们其他讲的，他大人在做当子女的爱情哦，那爱财办爱送上，差不多过年的贵呀。我讲那个主意，因为表文一修哦。他迄个热度，迄个热气哦，马上就起。啊，为少少才快些发达掉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是啊，对啦。发达掉。所以啊，那个，啊，我搁学，我搁学，就点落头。所以那个哦，就是因为那个点安师哦，他德性不够，他求道人哦，根基也没有，他所以哦，在那一种现象之下，三观大帝不来接，他不来接哦，你那个表文哦就恢复起来，不来接了，来接的时候那就没有效嘛，没有效，他知道是哦，他为什么会传开，就是哦。有求到了，他表没有升天了，他带去开法会了。他先我来接洽哦，就问那个超值点阿师啊，说怎么把没有求到的带来开法会？哦，点阿师就紧张了，就赶紧问啊吼，哎，然后那个带的人说有啊有啊有求啊，安尼啦，这样才传开，这样才知道说。哦，有求表没有升天，没效。他以有求的无效，这地府没有抽兵，生死簿啊没有化掉名字，这样才。像这种情形，为求多的意义，你讲他也没有求到的，哎，对对。他以弱的，那就是讲啊，求多求少的就会使，像安尼变。所以你是定义没有那个有诸多，那个是我们哦，那个立案以后才发生的现象。立案之前哦，哎，让我好。立案，立案前，立案前哎，求道让我好。立案以后，表文不升天的不好。所以我们带人去求道，你要看，你那看表文不升天哦，经过草一百里地。不同点燃师啊，哈，不同学堂，过去点。啊，假如说又不升天，搁较差一点，所以升天才会使，才有效啦。啊，你讲的也善因缘不足。可能就是他的善因缘不足，根基不够。哎，啊，点燃师又没有德性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培德，点燃师要培德，你哪里也表文。东西每天哦，你就是要培德改变哦，那个心改变。因为老天没有在公众场合宣布，现在宣布我们就大家拢开了哦，还无啊？没有。他在说，你都要那个那个人，他说知道他也不知道，一定要那边吗？他怎么不知道？没有，才会这样。他讲了啊。我想要讲啊，表示升天跟榜挂好比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对，就是没有升天。对啊，以前没有人把他点名啊，那我讲点在个人玩，就是我讲的啊。可是现在烧表文还是有这个情形。可是现在买个有节节。对啊，现在烧表文还是有这个情形。那就不好啊。还有啊，还有啊。办到的时候有时候还有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带人去求道就要注意啊，看表文升天了，真足看。那你讲伊出伊有无啦？看几个，阮咧做上个月挂上来钓啊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啊，有这种的。我一条啊，就看了怎样
哎呀，手的那个较挂落，那个一刀下来，它是短手的嘛。对啊，手，哎，啊，动了天啊，绑只副副只人，我手扭，我绑了到天啊，绑你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气都很大。啊，就是不是讲吗？别人是有德性，求道人有根基，啊，呢，复合。配合起来，他的升天了。像这种情形，他曾经跟一个前贤讲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这样子太着相了，我总要等掉了。不要回答，都不要讲，不能讲，这不能讲，对，不能讲，没办法接受，表我没删掉，我们不能讲，不能讲，没办法，对呀，不要讲，我们心里有数就好，哎呀，不要讲。那个只要心改变哈，因为那个是，等下是有一些心态都以为他自己哦很了不起。他就平常哦，那个心啊，那个凡心太浓，他没有哦走入平等，哎啊，所以哦，那个是要借着这一些，让他自己回光返照去修，哎啊，所以哦，我们要了解说，但是心态不改变，他的表现哦，哎，搁看那板都先不见，一定爱改变，那个对他是帮助。哎呀，他假如说都不，哦，不改变做法的话，不改变心态的话，那他修得到，也不会成就。啊，被他带的人哦，也很倒霉啊。所以我都讲啊，这一次你们看了以后，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。